一觉醒来发现这边居然下雪了，这铁路感觉已经结冰了，来了一辆列车进站了，他车厢内好像也没有乘客啊，可能是由于天气太冷了，没有多少人乘坐车辆，我也得赶紧发车了，不然都快晚点了。上车上车，这站台上都没人，把门关上。不知道我的车辆有没有人乘坐啊，去商务舱看一下。哎，可以可以，我的车辆的商务舱基本上已经坐满了，看来这趟跑下来可以交个电费了。所有人员安全带系好，我们准备发车了。头等舱也坐满了，回到驾驶室准备发车，把车门关上。鸣笛鸣笛，车辆已经出站了，这铁路感觉已经结冰了，开慢点开慢点，都没有多少列车行驶了。前方来了一辆列车，鸣笛鸣笛，打个招呼。哎，前面道路结冰了吗？哎呀，开得太快了，没听到我们说话。马上进站了，所有乘客做好下车准备，前方就到站了。我们已经到达终点站，有下车的乘客做好下车准备。这站台上都没人，停个十分钟吧，看一下有没有人员上车。列车已经停稳了，把手刹拉上，在这个站停个十分钟，看一下有没有人员上车。嗯，下车休息一下，把门打开，要上厕所的可以下车了啊。哎，这十分钟之内这站台上居然有这么多人坐车啊。哎，坐车吗坐车吗，今天最后一班车了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列车咋自己走了？哎，是不是车上的乘客等着急了，把我列车给开走了？哎，这驾驶室也没人啊，这门还被锁住了，会不会是道路结冰了，这车溜车了？哎，停车停车，我还没上车呢。哎，停下。